我是住在法国巴黎的明明，现在正坐在前往德国科隆的火车上。接下来我会去见我亲爱的小伙伴荔枝，还有来自于爱尔兰的小伙伴冰冰，我们静静杜塞的静静，还有法兰克福的尹欧，还有和就在科隆附近的南景，哇，好多小伙伴要。